我这学期太背了，期末可是连挂两科。我也是，这次再考不好，回家过年也不好。给我把嘴闭上！这是你们说话的地方吗？怎么了？啊，老师，我是学生会纪检部的副部长，正在进行考勤搜查而已，不用这么检查，快开始考试吧。可是我这次考试，我绝不容忍有人靠作弊通过，但这种补考，我也绝不允许有人通不过。都明白了吧？真是废话，这么简单，光连累我们上面的人才能监考。我脸上有答案。这让我身边到底什么意思呀？难道这题不选废人？哼，不对吗？哇塞，我就知道不是。这人到底是来监考的，还是来干扰学生的？哎，谢谢，你真的是会长。嗯，底下的人都这么没规矩的吗？啊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让他们统一称呼叫部长。你有病吧？哎，你别，哎，你冷静点。你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好大的官威呀！我让你们都不想过了是吧？同学，你叫我什么？好，吴部长，现在是考试，把你们事先放一下。老师，你不知道，就是下面这些小孩平时没规矩，所以才考不好，就是要严格对待他们。啊，没规矩？那我怎么听说胡部长待会儿也有场补考？哇！哎呦，这不是我，而且再考不过，就当不成部长了。哼，那这以后可真得叫学姐了。万一再毕不了业，那就是学妹了。没事，你放心，下一场我绝对给你严格对待。离考试结束还有10分钟，没做完的同学抓紧时间了。看什么呀？他脸上有答案啊。